普里的朗月，他打了七折买楼。那我们望一望这个578尺摆了家私的入门呢，有小玄关位的，直行了一个厨房，很靓仔。他做了一排柜，这个设计我自己挺喜欢的。个尽头处就一个工作露台，这边转出来就一个长形的厅，摆了一张圆台啦，然后就梳化电视，行到尾呢就一个露台位，就特别大的，安全系数又高，因为佢护栏真系几高，楼底就 3.15 米高 ，OK 嘅。转过嚟做咗一啲比较夸张嘅装修啦，做咗一个书房啦，另外呢边啦，然后呢个就佢浴室，佢几靓。最重要佢有窗嘅，再行过去就主人房啦，好大。咁呢个装修就真系几靓嘅，一个落地嘅大玻璃，然后就摆咗张床啦，两边落土床啦，一张梳妆台，一个衣柜。我哋睇下个收楼标准，入到嚟都系一个玄关位啦，一字型嘅厨房。咁呢度就少咗一个平台啦，但系佢厨房都好靓，白色柜面，有一个工作露台啦。然后呢边就一个长形嘅厅啦，一个露台位，然后望过嚟，几靓。再转过嚟走廊啦，有一个储物间，仲有一个睡房，呢度就系浴室啦。佢几靓，同埋有窗啦，又呢度就主人房啦，又有个角窗啦，成间都好企理，同埋好方正。用料上保理都系值得保证嘅。现时就减咗价，佢减完价之后卖咗100几间，都好夸张。